我现在刷到游戏广告我就反胃，不是什么明星代言，就是什么网红绿箭，说什么上线就送1亿钻石啊，送10000连抽，点进去就送个几十几百，走两步道弹出各种充值界面，毫无底线的给玩家整的，就这游戏做的全是心眼，没有一点良心呢。难道就没有一款好玩又不氪的游戏吗？有，大家不妨试试我这款良心国风神话手游。这游戏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内容，首先闯关就送1000连抽，只需要疯狂的10连抽。如果你抽到暗黑悟空，恭喜你获得版本 T0 神将，然后输入礼包码 VIP66VIP888， 领到的极品资源全会给他，疯狂的升级，有极大概率进阶成斗战胜佛，大招斗和至念都在2000%的暴击率，一棍子下去就连暗黑如来的也承受不住啊！进阶榜一的暗黑是分分钟的事吗？